是围成一圈在高架桥下忙东忙西，仔细看才发现，原来他们是在帮一名身障人士穿雨衣。这个画面不止被监视器录下，也有网友拍到照片 po 文分享，证明骑电动轮椅的先生在马路旁待了好一阵子，请骑士们帮忙穿雨衣，三人合力真的好感人。就台风天，大家就想要赶快回家，不会想要停下来帮助别人，然后他就愿意帮助那个身障人士穿雨衣，就很棒。照片中三名骑士合力拉起雨衣，并仔细的帮他盖好，画面相当温馨。大家都很有爱心啊，去帮他穿衣服之类的。不多吧，因为大家都在看手机之类的，所以可能就算有求助，也不知道是在跟自己讲话。还原整个过程，坐着轮椅的先生，他先是在桥下等了半天都没有人上前，他有点不知所措，直到碰到骑士们弄好雨衣之后，他们也没有马上离开。应该是会有比较冷漠一点的人，或者是赶时间的人。如果我遇到，应该也会帮他吧，因为毕竟他不方便啊。三个人还待在原地目送轮椅先生离去，确认安全没问题后，才骑车上路。热心的表现，网友也赞爆，很棒的年轻人，真的是台湾最美风景。由杨杰在锦城台中采访报道。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喽，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，就会还原成水，不会残留，也不会污染。如果家中呢有银发族、有儿童、有孕妇都适用。如果您想购买的话，当然会在快点购购买才是最划算的。